我过来了，不是和你说。不家来了。哎。不家来了。嗯，他不家来了，那谁家来？俺哥不家来。你哥家来也得他家里过，不用我凑。俺还远呗。俺家也近一步啊。一步啊，我试着还想远的去。懂吗？ 那种可好是一大碗的，那是上学走那走一路。 那是从学上，我那个袄也买不起了，袜子也买不起，冬天就穿我们这个小棒袄，哎呀，那个褂子拖着呢，后面有，再说上班那得去过，上班那个那儿里睡觉，那个那儿一里路啊。 下了班跑到那一里路，就睡觉。那个那啥，冬天他是。奶奶。嗯。你管钱俺叔，你管钱俺哥吧？俺哥在那里开出租车。没哥，老婆孩子也都在那里。 也有点睡眠了，还都得了呢。俺说的。恁说自己在这个娃我也管不来。你是不放？后头在山下里，哎呦，咱这在那，他也妈在大庄，恁说恁说的就在那。 都管不了，恁时光管钱我呀，今年老爷死的，这管钱我，红红人家我都我，是吧？嗯。恁老爷这么老的小心小心。 家里就买咱俩拿上药买，冰箱里都也不开，我吃不进去。